大家好，节目开始前呢，我再把那个 VPN 啊，我再推广一下。我现在视频底下呢有一个链接，就是那个微拉 VPN 的。墙内的观众呢，如果翻墙需要 VPN 呢，可以去点一下这个。因为如果您使用了微拉 VPN 呢，也相当于对姜太公呢有一点支持吧。因为我在这里头呢有一点销售提成。油管这个情况呢，大家应该清楚，中文时政自媒体这一块呢，收益越来越不明显。 你像昨天我说的这个中国青年躺平这个视频，居然也是给的黄标，真是让我对这个油管的审查机制啊，非常的头疼。就是这个话题很多，我不知道去说哪个话题，没准呢又来一个黄标。但是有的话题确实有关于我们老百姓，那么不说呢，我自己又觉得过不去。这样的情况下呢，又产生一个矛盾。那么我们这样辛苦上一天没有收益。 所以呢，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支持吧，我把这个节目呢能继续做下去，当做我们一个大家互动的平台。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们说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话题啊，它跟千家万户呢也有联系。我不知道这个题目如果再给黄标，那我真是服了油管了。就是十八日啊，深圳的赛格大厦呢出现了大幅度的晃动。这个事件你不要单看是一个大楼。 但是关乎着全国的老百姓，这个就牵扯到一个房地产的问题。这个报道是这样说的啊：当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左右呢，赛格广场的值班人员接到了租户的反应，感觉大楼晃动。大楼管理处迅速通过楼层广播通知楼内人员应急疏散，并安排工作人员引导人员有序撤离。 十三点五十五分，赛格广场内所有的人员已经安全疏散。这就是这么一则新闻，但是这里头人们就产生了疑问：那么这个赛格大厦为什么会晃动呢？对不对？首先，它没有发生这个地震，也没有大风嘛，这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嘛。因为前两天你看，那个武汉确实是发生了大风，但是那个楼可没有晃。 现在深圳这个是晴空万里，但是这个大楼就晃动，而且是没有地震，所以老百姓的这个心啊就非常的悬，这里头就出现了很多疑问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位于深圳市华强北路的这个赛格大厦呢，是二零二零年建成的，它由香港著名设计师陈世民设计，深圳赛格集团投资兴建，中建二局南方建筑公司总承包。 钢结构则由广州广川国际制造，是深圳市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。它的形体挺拔，在华强北群楼中呀，高出了一大截，如六角宝剑直冲云霄。赛格总高三百五十五点八米，这是算上天线的，实际高度呢是二百九十多米。总建筑层呢是七十九层。 地上七十五层，地下四层，总建筑面积达十七万平方米，当时是仅次于帝王大厦的超高层建筑，所以这个赛格大厦也是很有名气的。你看赛格集团也很有实力，全国这个一线城市里头基本上都有赛格大厦。它的这个建筑已经成套路了，就是底下呢就是电子广场，然后上面呢就是一些办公楼呀、一些公司呀这样的。 那么这次这个深圳赛格大厦它为什么会抖呢？而且这个偏移非常大呀，楼里那个游泳池啊，那个水都晃得出来了，看起来像个多少级的地震一样。所以这个就让人们产生了很多猜想，就是这么高一个高层建筑，那么它为什么会晃呢？它没有地震，也没有强风呀，这个就让人很怀疑。 现在赛格大厦是封闭的，不让人员进去。然后呢，叫这个专业人员呢进去检测。现在最新的啊，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啥呢？原因主要是风的影响，还有地铁运行很温差。反正他们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大楼的主体没有关系。在一个没有风的天气，由于这个风还有这个地铁在这个楼底下运行，那么。 他们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共振，使这个频率统一，然后这个大楼开始共振，产生了这么大的晃动，左摇右晃。他给出了这样一个东西，首先让我觉得非常不可信。那么这种超高层建设呢，它在建设的过程中啊，它有好多科学的这个数据呢，来论证这个大楼的可行性，对不对？你比如这么高的大楼能抗多少级地震？ 这个在建设前期就要经过论证的，因为现在没有地震呀。因为有没有地震不是你官方说了算呀。所有深圳市的人都能来证明这个事嘛。有地震大家都能感觉到嘛，你现在没有地震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有没有风大家也知道呀，你官方也造不了假呀，大家都能感觉到呀。那拍的视频也能看到那个树叶呀、啊、或者什么东西没有明显的摆动嘛？那这两个因素都没有了。 你现在就多出来一个地铁，说是这个楼由于这个风，那么就是微风，加上刚好底下过地铁，然后产生了一个共振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巧了吧，对不对？那个地铁从这个地底下又不是过了这一次，那么这是不是要有多少万分之一次的巧合才能出现这次几率呢？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可信度？ 所以这个让人产生了很大的疑虑。那么我所担心的就是这个大楼的主体有问题。那么现在有人上网就扒出来了，就是当时他建这个大楼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资料吧，现在被人挖出来了。首先说这个设计师陈世民，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设计师，这个人水平是能肯定的。他也设计了很多这个南方啊，就是深圳、广州这一段很出名的建筑，都是他设计的。 从这点肯定呢，这个设计不是野路子，设计师很有名，但是他这里头在建设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啊，他采用了一个逆向法，这个逆向法让人听着这个很神秘啊，实际呢，他是边设计边施工，他是这样一种情况，成了这边搞的设计，这边接着就施工。 就是这样一种关系。那么传统的建设项目呢，是先设计后施工，就是先把这个设计图出来以后，论证完了以后，然后再进行施工。那么它这个呢，由于种种原因吧，反正我看了一下，我就简单讲一下啊。可能由于这个地基建设起来以后，这个好像又有什么变化啊？就相当于这个地基啊，跟这个群楼都起来了，然后这个主体这个楼的设计呢，又有一些变化。 甚至可能还牵扯到一些投资的问题吧。那么，这个楼市在这种情况下是边设计边建设，叫逆向法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把它搞起来的。当时呢，就是有专业人士就质疑啊，你这个逆向法会不会加大这个投资呢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这是边设计边施工，你前期拿不到一个完整的预算嘛，就觉得这个逆向法呢不可行。 但是后面的实际证明，用这个逆向法建设起来的这个赛格大厦呀，比想象的预算呢还节约了资金，证明这个逆向法是可行的。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争论，现在呢，有人把当时设计单位的这些质疑意见呢也扒出来了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能在脑袋里头呢有这样一个概念：首先，这个大楼啊，它建设的时候。 不是按照传统的先设计后施工，就是前面的这个论证过程在这个大楼上面没有了。他采取的是一种新的建筑方法，我一边设计一边施工，对不对？那么可以说他这个检验呢，也是在边设计边施工边检验，走着看着，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了，成了这样一种情况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这种新的建筑方式的指导下呢。 盖成了当时的深圳第一高楼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么我就猜想，这个会不会有事故隐患呢？我们老百姓平心而想嘛。假如说这个大楼的设计是提前做出来的，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模型来做很多模拟的实验。比方说，这个微风吹过，跟这个地铁从底下通过的时候，会不会出现摆动？那么如果我们有了先行的图纸，那么我们可以做这个模拟实验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边设计边施工。 就没有了这一整套的试验了，那么这个是不是一种隐患呢？对不对？它这个整个大楼就没法规避这个共振的风险，这是我的一个想象啊。另外呢，就是它这个建筑质量可不可靠？因为中国的这些工程啊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最容易出腐败，就是建设项目，对不对？ 是因为建设项目太黑了，地下埋了三分之一，楼上这才是在盖呀。而且楼上里面的这些材料质量可不可靠？钢材达不达到标号？混凝土达到标号没有？对不对？施工的方法符不符合工程规范？因为你是边施工边设计，在这个的衔接上面有没有问题？实际现在你想想，这个大楼啊，就是带着一堆疑问把它建起来的。 现在出现的这样的问题，我觉得也不奇怪。前两天啊，网上流传了一段视频，就是那个建筑工人呀、啊，拿那个建筑工地上那个螺纹钢啊，往地上摔，一摔断一个，一摔断一个，连续摔断了几个。这就是中国建筑钢材的质量。那么这个赛格大厦建筑的过程中，是不是里面也夹杂着这样的钢材呢？所以这个现在都是有怀疑的，因为建筑这一块啊。 这个市场太混乱了，混凝土不达标，钢材配件不达标，砖瓦不达标，这都是常见现象。以前还破过那个案子，就是为了充数量呀，专门有地方呢去拉伸钢筋。因为建筑这个盘圆钢呢，它是以长度来计算的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钢筋啊，比方说直径一厘米的钢筋，它通过一个拉伸机拉到零点八厘米，这样的话就能节约百分之二十的钢材。 这个当时呢，在这个建筑行业呢，都是公开的秘密，大家都是这样弄的。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建筑方面是不是有这种偷工减料？这个大楼就有可能是个豆腐渣大楼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？因为这个大楼是两千年建成嘛，现在也就是二零二一年嘛，也就是满打满算二十年的时间嘛。那么是不是这些建筑材料的使用寿命就到了？因为它各项不达标，因为每一个材料它都有一个内应力，都有一个使用寿命。 那么本来应该是七十年的，但是他这个偷工减料的太厉害，他现在二十年，这个就出现了问题。这就是豆腐渣对你的报应。我以前在这个节目里头啊，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建筑质量的问题呢，我也说过，我说中国呀，最后一定会受到这个豆腐渣工程的报应。为什么中国垮了那么多桥呢？对不对？还有那么多道路坍塌呢，包括现在这些楼房的倒塌。 对不对？这都是豆腐渣工程的报应。任何东西啊，你都做不了假。一旦有了假，它迟早会出问题。那么今天呢，从赛格大厦这个摆动这个事情啊，让我呢就联想到一些问题，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财产能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。我们想啊，这个深圳赛格大厦，那么它可能有自营的一部分，那么它更多的这个单位呢，可能卖掉了，对不对？ 按照中国房地产的这个情况，一般都是开发商自留一部分嘛，然后别的呢都面向市场销售的。那么这个里头呢，可能就有很多公司或者个人在里头买了这个办公单位。那么假如说这个赛格大厦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再不能使用了，成了一个危楼，要把它拆掉，那么这些人的产权怎么保护呢？这些人投巨资买的这些房产，在这个大楼不能使用的情况下。 该怎么去得到一种赔偿呢？这个是我想到的问题啊。因为从这个一九四九年以后，大国无私房，就是老百姓呢没有你名下的房产，这个问题以前都不存在，有问题找房管局。那么随着九十年代这个商品房开始销售以后，那么老百姓呢就有了这种房产。比方说一个人吧，他九十年代就买了一套商品房，那么到现在呢，已经快三十年过去了。 实际很多楼房呢都成了老旧楼房，按照中国那个建筑质量啊，那九十年代的楼就成了老旧小区了，很多地方都要拆掉的。那么拆掉的人家有拆迁补偿办法。那么假如说由于这个工程质量，这个楼自然坍塌了呢？那么这些人的产权怎么去保护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我们想的是九十年代的啊。那么难道说近几年开发的楼房就没有质量问题吗？假如说在这个七十年产权之内？ 这个楼房最后报废了，不能使用了。那么老百姓的这个权益到哪个部门去伸张呢？难道说随着这个大楼的垮掉，老百姓的产权就自然没有了吗？这都是我产生的疑问啊！因为我没有看到有关这个方面的赔偿。另外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，好像也没有这个方面的保险啊。因为我在美国的话，现在就是我们住的这种 house 嘛，它有三个保险吧，你都可以买，就是一个地震险，一个火灾险。 一个白蚁险，因为它这个房子都是木头建的，就这三个险，大部分家庭呢都会买。呃、嗯，因为美国呢，它这个房子质量呢也比较好，尽管它不会自然倒掉，但是它也是有这种保险的。所以你像我们家这个 house 吧，就是最早的建设的时间是一九四五年，后面呢又屡次可能翻建吧，现在呢是在我的手上，目前是这样一种状态。 就是我们呢，这三个险都有了，因为我们这个就算是老房子了。假如说我要把这个房子重新翻新盖了，可能这个保险就会少一点。据说是因为你这个房子呢比较新，这方面的这个抗风险力比较强，它有这样的规定。但是中国的这个高层楼房里头，好像它没有这方面的一种保险制度吧？就是我们业主交的这个大修基金，这些物业公司呢也给你不好好用。 房屋的墙皮掉了，他也给你不好好修；屋顶漏水了，他也不全面的改造。这都是我在国内的时候碰到的问题。当然那是小问题，对不对？漏点水修修补补，漏了再修修补补，那还能凑合。那么假如说跟赛格广场一样，最后这个大楼报废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个是在我脑袋里头的一个疑问啊。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我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两个意思，就是一个。 中国这么多建筑呢，到底有多少像赛格这样的有这种事故隐患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假如出现了这种事故隐患，老百姓的权益怎么去保证？这是两个疑问。那么我是真心的希望呢，啊，深圳市政府能对赛格大楼这次晃动呢，拿出一个确实可信的一个回复，就是让老百姓安心。它到底是咋回事？假如说这次再隐瞒，那么再过几年。 这个楼真的给塌了，那将会造成多大的灾难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。